我要两滴血，闷。如果 我拿血吼，他拿诅咒，我赢，对不对？我砍14点，台面那个打八。我想想，对不对？哦，血绝杀！我达成了这个任务的一半，我看透了这开头，却看不到这结尾。好吧。对，如果可以再，我希望是10万年。差一点点。因为我看到是一，我就知道我有，然后就看他有没有了，然后他也是23，然后我想说怎么没有闪电？